哪有树根啊？树，哎呀，你这树根还是太老了，那古董一样。你这个头发是打过东西的是吧？对，我看着发胶了。我平常自己在家收拾头发，然后你看平常比较不贴，不太好收拾。就现在头发有点太长了，自己在家也不好收拾。那你没有自己想要的一个发型？刘海这儿可以跟分一下，就是类似于韩式微分的那种，对吧？对，刘海现在是太长了，就要把它稍微剪一点，长度的话控制在你的眉毛下面就可以。然后后面的话头发太长了，再加上你做韩式微分的话，它这个狼尾是一定不能留的，你要是留了的话，它那个就没有韩式的那个感觉了，知道吧？因为它本身底下是比较收的，然后它会显得后脑勺会比较饱满一点。然后两侧的头发尽量把它去剪短一点，但是不要推，留个2厘米的长度去给它做个服帖烫。就做完之后整体的话会显得头稍微小一点，头发会蓬松一点。完了之后你回家自己吹的话，把刘海稍微微分一点就可以了。Cleaner than your trenches, I really want to just hurt you. I'm overlooking.